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局长，谢谢董事长，谢谢我们的各大那个董事，还有我们的分局这边，还有谢谢各位媒体。我们每一年举办，我们已经举办第三届，其实最需要的是大家的推动跟支持。这群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展现，其实我们说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接下来接五金奥运，这些未来就是他们就是最有可能的，不管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后，他可能是为了台湾发光发热的一群年轻人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场比赛，多多帮忙宣传。其实如果有一次机会，说不定他们就改变了人生。所以希望大家帮我们推广一下，然后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莅临这里，然后我们真的继续努力，希望大家有目共睹等等，谢谢，再次谢谢各位，谢谢。